们刚刚赶到现场的这位呢，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先生了。他素有高原歌王之称、草原歌王之称的高顿先生。那么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香格里拉》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喂喂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上一首具有西藏风味的草原歌曲。谢谢。所有坐在后面的朋友都在说，我今天来太好了！我刚刚上课过来，
上课过来，我们能够理解，我知道你可能还没有喝一口水，但是即使没有喝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可见得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高音也未必能够达到这样游刃有余，上下这样的翻滚游刃有余，太棒了。